海贼王伏笔，罗早已注定战败黑胡子。尾田在刻画黑胡子的时候，就是以真实的海盗黑胡子下去做原型，而真实的黑胡子的棋子是长这样子的，而罗的果实刚好就是心形的形状。最后罗确实输了，尾田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棋子的存在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尾田就是知道这个棋子的存在，意思是罗在出场的时候就必定会输给黑胡子？想看更多伏笔，请到我的主页。